向香港所每一冬拢会来举办研习活动，提供志工学习各项专业的服务技能，借此来提升服务品质，嘛，予志工有机会扩展个人的学习领域。这阵来自各社区甲社团的爱心志工，协助民众办理各项事务甲从事活动，为着要让因更加熟悉各项业务以及专业的服务技能，复兴乡公所特别举办研习活动。志工吼，一定要先来训练，才会知影会晓保护家己，啊去帮助别人。啊，志工吼，会当来做这做志工，是一种幸福的工作吼，幸福的代志。因为会当做志工的表示讲，伊身体健康。啊，家庭圆满，才会当行出啊外面，会当甲别人斗相共。所以讲哦，这是一个真好的行为啦。所以讲，这回啊特别哦安排啊老师诶来讲习，啊来教育咱的志工吼，要安怎帮助啊咱的社会温暖，啊要安怎甲咱社会温暖吼啊送吼每一个角落啊照顾啊一寡独居老人呐，啊是讲一寡较长辈一寡时代，啊甲照顾因的健康，啊甲生活起居。大咖300多名志工真认真伫咧听课，加上政府的资源有限，民间力量无穷，社区居民担任志工，加入各机关甲团体服务领域，嘛，予政府单位更加融入社区营造行列。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